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尤。说吧。二十天。今天呢，我们去这边的一个叫什么？牡蛎节。这好多车啊，今天周日。啊，我们现在开车过去要半个小时，在长岛这边的一个叫罗斯福公园，就是在那个牡蛎湾 （Oyster Bay），就是牡蛎湾的一个地方。好像这牡蛎湾就是罗斯福的故居吧？应该是，那边有一个罗斯福公园。你看这红叶多好看，咱下周去拍红叶去吧。去了，呵呵，森林，大家别以为这就是森林，其实这个里面两边全是豪宅啊，都是一家一家的房子，你看大庄园啊，看着像，你看这看不见房子的里面，都只能看见树，房子都隐藏在这里面了。Open House，这还有卖房子啊？怎么那么安静呢？睡着了。进入到这样的小路里面来了。这房子都不小。你看这房子，你看这房子不仅是房子，那后面一片，你看，哇，树林都是他们家的。住在森林里面一样。你看这房子都不便宜。你看这个有点像城堡一样的。这就是森林嘛，你看。然后呢，穿过这片树林，你看这又是一小房子，你看这有大门的，那这里面就是一家。你看，但是在这边买一套就是破房子，重新盖其实挺合适的，你知道吗？上次那个六哥就是嘛。他那不是盖，他重新装修。对，重新装修，但等于是他全部扒掉了，他就等于是结构没扒，就等于其他的全部都重新来了。对，其实那样盖的话还便宜呢。这还盘到山上去的这个房子，看吧，这就是长岛的富人区。这边好像不下雨。这里没下，富人区不下雨。这下。你看这房子。哎，现在有别样的风景啊，就是叶子都黄了，你看都红了，比我们上次来看全部都是绿叶要好看了。你看，这是一家，你看看不见房子的，这只能是一看见一个门墩。哎，咱这拍照多好看。你看住在这真挺吓人啊。人家这大晚上回来的话，你说，这有油箱，你看，他门口有三个油箱，那就说明这里面是一户人家。这个也是，你看，你看这家，这都是在森林里面。
左转进入 Underhill。 快到了，这个也是一家。哇，这好多人，那应该就在这了吧？对，我感觉就是。你看这写什么？嗯 ，Village Hall。大厅，这公园没有停车的吗？不知道啊，应该有吧，但应该没到，好像。还有四分钟。哇，这那么多车呢，你看。那应该就是在这边。你定的是那个公园是吧？嗯。Parking， 它可以 parking 到里面去，20块钱。其实没地方停，停它那也行。那边走，不少人呢，是啊，那咱们对不对啊？反正我是跟着跑。那先走嘛，看看吧。嗯，他停下来干啥？他往回走，啊，他要停那儿，那有个车位，那咱们没看着。那咱是停这儿吗？左转进入 West Main Street。那这边可能也有别的活动吧，估计。好像往那里转，但是在红绿灯路口左转进入 Lexington， 左转 Avenue。那我估计那边应该就是，它肯定有好几个口，你知道吗？在红绿灯路口右转进入 West Main Street， 然后左转进入 Maxwell Avenue。这边车就会越来越多了。嗯，那边有 parking。停车场，公园在这儿。右，往右。这儿呢？罗斯福纪念公园。嗯。那应该，咱们就往右走是吧？警察，这那么多警察呢？看活动人多呗。警察把手放在枪上，弄得怪紧张的，你说。左转进入 Maxwell Avenue。哇，这好多人啊！你看，啊，这活动真是一个大活动啊，看来，啊，这能让进吗？啊，不让进啊！不让进啊！那，哎，这个不是停车场吗？哦，这是水龙头，那就只能停在这周边了。我说了那么多，在红绿灯路口左转进入 Spring Street， 然后稍向右转进入 Orchard Avenue。那我们这就可以停下来了，有地方就可以停下来了。估计好像挺难有地方了。可能这也不让左转，这不让，是它都封了，那边就是公园了。所以说我们现在要找车位，现在要不往右转？嗯，往右转试试呗，反正这边都不能停。这是 corner， 这不能停。在停车标志处，这个啊，这水左转进入 Orchard Street。有的话人早停了。进入 South Street。你看，这都是在找车位的。他能不能开到刚才回去的那个地方？回去的地方也没车位啊。不能停，那前面都在找车位，那现在就得转了。哎，这有个可以花20块钱，要停吗？停，那停呗，不停你能找得着吗？暂时没有路。啊，也没有了。在红绿灯路口，也没有了。右转进入 Lexington Avenue。他本来说是20块钱。进入 West Main Street。花钱都停不上了，很火呀！这你说搞活动，他们就。把家里的那个拿出来当停车场都能挣不少钱的一天。这我还过不去啊。那让他先走啊。嗯。啊，这还有公寓呢 ，apartment。那有点晕，我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走，咱们。那就往这个方向走呗。往右。对啊，往右就又回去了。哎，这个车走了，老板。这车走了，哎，赶紧走吗？对。你问他。Excuse me, are you to go? 我以为他要走呢。要往左啊，就刚才哪里？往左吧，往左吧。现在红灯吧。
这个叫莱克辛顿的 Avenue， 就好多人就停在这边了嘛，远的是吧？你看他都往这边走过来了。右转进入 Wonders Hill Avenue， 然后左转进入 West Main Street。 这个可以花钱的，好像。对、啊。问一下。但是有没有车位？没了，好像。对，后面小心啊！啊，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停车场了。哇，行了，花20块钱能找到车位也不错了。好了，啊，倒进去吧。哎呀，行了，花20块钱找个安心的车位。那停外面要是不好，停不当还得贴条呢。How to go to the Lost Boat Park?Yeah, you can walk this way. Yeah, two blocks. Okay, thank you. 真是挺大的一个活动啊！我看来出动了那么多警察。就从这边。啊，可以有导航是吧？ I will put out all of the fire if it gets too dark.